家好，谢谢你们来。今天我们要学咖喱曼句子。咖喱曼。咖喱曼句子。我先给你们解释咖喱曼。咖喱曼当然是疑问句。疑问句。对，疑问句。有三种的句子，一个是这个是咖喱曼当然是，咖喱曼是疑问句，然后有祈使句，不应该是祈使句。祈使句。祈使句，我念不对，对对不对？对对对。祈使句，然后还有个，这个是感叹句。感叹句，感叹句，卡里玛舍鲁万，对，卡里玛舍鲁万，所以第一个是卡里玛达雅，卡里玛达雅，然后第二个是卡里玛伯林达，伯林达，伯林伯林达，伯林达，伯林达，伯伯林林。大，有，哈，啊，大，伯，林，林，大，大，然后第三个是咖喱曼，舍鲁万，舍鲁万，舍鲁万，对，舍鲁万。如果疑问句的话，这个是需要apakah kamu sudah makan? 你吃什么？吃了吗？你吃饭了吗？你吃了吗？
阿巴干是阿巴干是是，哎，不是是是不是是不是对是不是对，干不是你，除了是已经。哦，那刚是吃饭。如果可以的话，这是口语，kamu udah makan belum？ belum 是还没的意思。你吃了没？你吃了没？你吃？下面是口语，对，这口语。kamu udah？ 那他刚问我的是 sudah makan。sudah makan 也可以，更口语，更口语。sudah makan 也没有主词了，就只是动词这样问，对，这是口语啊。对对对，比较口语，更口语。sudah makan， sudah makan， sudah makan。哎，这样子，来学一点。中场休息。我在直播，对不起。所以东林他们两个上次，他跟那个老师跟摄影那个音控师。乌达是什么？乌达是已经，就是苏达的口语。已经啊，已经的意思。乌达马干。所以乌达马干跟苏达马干是一样。如果口语是用乌达。乌达。因为这个是不对的，如果写的少一个 S。对，没有 S。就是，哦，就减。可是这个是一样啊。一样意思啊。武打跟苏打一样然后因为这个是口语的武打一样卡姆武打嘛干布鲁布鲁卡姆还是卡姆卡姆对啊卡姆然后这个也可以用其他的kamu udah mandi belum mandi itu sisa oh sudah nih jadi ke tongsi ke yong udah mandi sisa所以像，这个也可以，不能满地。我就记最简单的，乌达马干。乌达马干。我从。可是需要乌达马干这样。乌达马干。疑问的感觉。对，因为跟英文类似这样，需要强一定要强调。对，其实今天改为龙虾。对，很有限，可以再接。他今天怎么是你接电话？因为先充当电工，长工哦不，你今天是长工，最近是长工兼差。对对
刚刚他吃饭。老板啊，老板在外面抽烟。对。你平常会在这边啊？平常是长工。你也是长工吗？我是长工，是每个礼拜天上班。他算短工啊，他不算长工。短工啊，短工啊。北车吗？还是这边？对。那你会去车站吗？你哪时候会去车站？上来这边。每个礼拜天一点到五点。下午。下午的。下午。一点到五点。那下次去找老师聊天啊。下次我们去找你。对啊。下次，好啊。下礼拜。下礼拜天啊。可以啊。下午。跟老师用英语聊天比较快。下午。江山。江山都。三百江里吗？立马，对，三拜叫立马，对，三拜是道，啊，三拜，哦，这不错，明姑想，星期天想，明姑想，好，下礼拜去，明姑想，好，可以。我会觉得学语言讲话最重要。对，因为我以前哦，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在学校学英文，我考试几乎都是满分的。哦，可是。但是我出国去美国出差之后，我是没有办法，我没办法用英文讲话的。对，我没办法开口。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对，所以那个写考卷跟开口是不一样，那是完全不一样。Different， 他们是被分开，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如果来这样子语言交换，我会想要去台北车站。对，去北车就像那样子哦，跟你们这样讲话。对，那讲错。Different 可以讲那个吗 ？Data 上吗 ？Data 上吗 ？Berbeda 可以。就是讲错也没有关系，但是就希望，先想办法让自己听得懂。语感嘛。对，这就是语感。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考试重要多了。讲错没关系，可是老师听得很痛苦。多听几次，我就以后就会更正了。在那边也很多印尼人，所以可以啊，更多老师可以围在一起用印尼语言吵，机会比较多，说印尼的机会，印尼文的机会。台北车站的哪里？大厅的。大厅的哪里？大厅的阿莫蛋糕前面的，黑白的那个。那我上礼拜上次去没有看到。你找阿莫啊。阿莫蛋糕，他们固定在阿莫蛋糕早上去，我早上，我上次是早上下午才十点半去，下午才有，一点到五。我们是一点到五点，下午才有。对啊，那下礼拜我再去找你。好，可以啊。我说，阿多阿达乌桑。哦，可以。sekarang hari ini kamu mandi berapa lagi? Mandi? Oh. Mandi berapa kali? Yeah. Hari ini? Hari ini. Satu kali? Oh. Oh. Ipan, oh, ni kakang su, aku ada pertanyaan. Aku ada pertanyaan. Oh, 我有问题. Tidak, bukan ada urusan. Bukan, oh, 不一样. 不一样, urusan 是好像我有一个忙，我爱的午餐是我有一个忙。是问你洗澡几次吗？满地，爸爸，爸卡里，卡里，不可以，卡里。等一下，我先拍一下。热，因为很热。在印尼是刚才写的，我们这两次，一天两次。他们那种概念叫做冲凉。没有，他们那种天气其实太热，要不让它凉，一天两次以上，冲凉，这样很舒服啊。但是在印尼是，我们习惯两次，对，早上跟晚上，早上跟晚上，对啊，因为我在印尼洗过澡，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两次以上。阿姑如果在台湾，我也是。哦，你也是。阿姑如果，我也是吧。对。我在台湾夏天也是洗两次澡。哦，两次洗澡。阿姑如果，tapi kalau musim dingin sekali satu hari sekali musim dingin eh 冬天哦不是哦冬天快好了吧？印尼有冬天吗？没有啊，
没有啦，冷雨季跟干季啦。冬天这个字吗？它没有冬天啦、啊，有冬天的字啊。不行，冰冰，等一下。哦，有冬天这个字啊。对啊。好特别啊，有冬天这个字。五星。五星。冰冰啊，冰冰。哦，冰冰很冷的。五星就季啊。五星，五星，五星是季啊。冰冰。冰冰。对，这个是冬天。冰冰的。冰冰。低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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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音啊！母声，母声，低音，低音，低音，对，低音，低音。可是，在英语只有母声，和嘛，跟母声。五星就是季节，对对。五星。五星。格马老。是旺季。不讲雨季。格马老是没有下雨。对，没有下雨。旱季。哦，对，旱季。旱季。五星格马老。马老。旱季。不可以。马老。对。可是我问你，常常说木星格马罗是木星巴纳斯，巴纳斯，热很热，对，格马罗。可是也可以说木星巴纳斯，很热的季节。对，巴纳斯也是热，它是很热，热，巴纳，拉萨格的是巴纳斯，巴纳斯，对，巴纳斯。不是啊。那炸死不是辣的吗？对，对，跟那个班纳斯很像。班纳斯，班纳斯，班纳斯这个是辣。辣。那热的是哪？班纳斯，班纳斯，班纳斯热，热辣的。这个辣。哦，我上礼拜有在印尼店用这个字，班纳斯。班纳斯，对。我要跟他说我不要。班纳斯。啊，对，滴答班纳斯，滴答滴答滴答班纳斯。可是如果在印尼买东西，没有滴答班纳斯。你跟老板说。我要不辣，会不要不用辣，要再就，可是他一定还是会放一点，放一点，但是不要这么辣，对对，所以就像台湾喝饮料，你跟他讲一些店不要冰，他也是会放一点冰块。对对对，可是如果要，所以有一点，有一点很麻烦，不习惯很辣哦。没关系嘛，我们去的时候会适应。那我如果要说我喜欢，如果说我今天要说我喜欢夏天，我要用阿古苏嘎木星巴纳巴纳斯格格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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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冬干燥季节，这个是冬季的旱旱季，对，热啦旱热热旱季，阿巴达斯是什么？本来是辣，辣，有辣剂啊，不是辣剂，其实banas 跟 badas 很像，所以举例的会混淆，对，会混淆。banas， 阿古苏嘎，阿古苏达母星 banas， 阿古苏达母星 banas， 那可以说成阿古金达吗？可以啊，阿古金达，所以也可以是比较更喜欢。哦，更多金达是热爱啦，对，更那个，不金达，好像热爱。我喜欢吃蛋糕，我爱吃蛋糕，可以吗？哦，阿古，那可以说阿古金达米努戈比，对，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爱，我很爱很爱喝咖啡，对，可以，可以这样，可以可以，
我相当爱，可以用金达。对。所以金达不是指爱情，不是爱情。对对。不是我爱你的那个爱而已，还有东西列歌。对对。哦，可以。可是很少人用。很少，那还是不要这样用。如果有很爱的话，很喜欢的话。他别人会错意。斯咖喱跟巴那克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对，哦，乌苏咖，斯咖喱，巴那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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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客家人很好发音，巴那克，巴那克，对，也可以说阿姑。就是把它换位置。阿姑，三个是放前面。放前面，三个是放前面。咖喱是放后面。咖喱是放后面。都可以，板板凳也是放。是三个是不一样。三个。哦，三个，哦，三个，三个是放在前面。哦。如果是咖喱跟巴那克放在后面，可是比较用的话，三个，苏咖巴那克，巴那克平常口语口语的，苏咖巴那克，还是比金大，常讲的，金大还是比较用，啊，很少很少，我要那个人家听得懂，啊，对对对，苏咖巴那克是比较常用，可是因为台湾人很难说巴那克吧。所以可以说不好发音啊，对，不好发音。所以班个，我们不会啊，班个，我们客家人有那个鼻音的，所以很热的话是班纳斯，斯咖喱，对对对，或是苏纳，班纳斯都可以，都可以。巴达尼亚，哎，巴达尼亚爱 ，OK， 那个，所以是苏咖多比班爱还是？Aku suka banget kopi. Suka banget kopi. Tui, banget dan sekali pang saya komen. Tugu sangat pang saya cemil. Kopi 就是放在后面就对了。第一句如果加 kopi 的话叫 kopi 是放在后面。suka banget kopi. 对对，放在后面。哦对对，放在后面。我刚刚本来要讲问句，咕噜继续，咕噜继续。好，可以强调吧？可以。老师，那个咖喱马特是什么？咖喱马特是句子。句子啊，今天讲的句子。对，因为句子有三种。哦，三种。疑问句子。什么句子？疑问句。第一个是疑问句，那第二个是什么？是意句，祈使句。对，祈使句，对对。第二个是祈使句。第一个是祈使句。第二个祈使句。对。那第三个？感叹句。对，感叹句。哦，感叹句，最常用。对。疑问句、祈使句、还感叹句。
拉巴，疑问句。跟拉巴，kamu membawa pa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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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为什么你带雨伞？带雨伞，带伞，membawa 是，可是如果口语的话。Kenapa kamu bawa payung? Puyong mem. Jika kori itu, puyong mem. Jadi kori itu puyong mem. 对对。啊，写的是这样吗？对，写的这样。这跟英文好像，就是写的跟讲的是不一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kenapa kamu bawa payung 因为在外面下雨，因为在外面下雨，滴露啊，滴露啊，滴露啊，不讲，不讲，下，不讲，不讲。因为怎么讲？卡雷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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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雷娜。外面下雨，可是，在印尼有一些地方，他们，念歌是有时候 A， 都 A 都 A 卡雷纳，美雷卡，对对，有一些地方这样，所以有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要看在哪里。大部分还是讲卡雷纳，卡雷纳是外岛吗？外岛就是 A。对对对，外岛是什么？就是其他离岛，不是爪哇岛，除了爪哇岛，在苏门答，在苏门答外岛，外岛是外岛，对对外岛，就是不是爪哇岛，就是外岛，外岛，所以波尼尔是 A 啊，那个是别 A， 巴丹，一个巴丹岛，不知道巴丹，波尼尔，一个民族，对对。一个民族，巴达。巴达好的。他也巴达。巴达。巴达。他如果说也比较大声。哦。对的。哦。巴达是在苏门答腊的。对对。所以如果你们看到他好像骂人，可是他是一样讲话的。哦所以很有名的蒙阳尼不是蒙阳尼律师蒙阿加拉律师律师，就是卷舌的那个啊那个发音，律师，我念对吗？律师，差不多了，律师这样对 ，OK。你用卷舌发那个音，刚刚的发的音叫律师就听不懂，律师是没问题。哦，你有没有卷舌？其实我们都应该都听得懂。律师可以。很有名，可是他是马达人，因为他会说的很大声，所以吵架会会赢人的、啊。对。
Bagai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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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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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gi? Pergi? Ke bank? Ke bank?去银行，你怎么走？做什么？你怎么走？你如何啊？你如何？你如何去银行？我该，我该嘛呢？该干嘛？我该。卡姆，我该。我该嘛呢？卡姆，我该。个，棒，棒，我该个棒。对，棒是银行。一样的跟英文外来语，中外来语，棒棒。我可以开户头吗？开户头是一个户户户。我要开印尼银行 ，Indonesia Bank。开就是哦，开 register account。如果你是应该是台湾人，可以不可以吧？应该是不可以吧，因为有身份证。这样这个就是问句要怎么问？哦，怎么问？对，这个问句啊，这个问题。南京东路三段现在有那个印尼吗？那个要我在那边开户啊。但是那个存一千块啊，但是那个不可以在印尼用。是他们的业务还没有拓展。对对对，他不能我有去问过。可是他几年后他就会拓展出来啦，他业务会越来越多啊。什么银行？印尼银行啊。印尼的银行。印尼在台北的。可是印尼银行在印尼我不能使用。不是，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外汇。哦。所以如果以后外汇业务开通就可以啦。所以你存的是台币还是？现在是台币啊。台币啊。阿姨嘛呢？对对对，可是以后一定，因为他看不过表现，棒，以后一定会有外汇业务。阿棍吗？银行账户，阿棍，这个是布卡阿棍，开。巴干满是什么？巴干满是什么？应该是少一个他吧。巴哪哦。对。我如何开一个银行账户？对。开。巴干伊满纳沙亚。布卡是。布卡。开。打开。阿坤。阿坤是账户。账户哦，银行账户。阿坤 bank。The Indonesia， 可以啊。我如何在印尼开账户？地方是比较后面。Bagaimana saya buka akun bank di Indonesia？ 我明年就会去问这个问题。好啊。可是那个台北的那个印尼银行是可以换那个币的。但是就是那个今年那个户头是不能去印尼用，我那时候有问过，我是希望是可以换现钞啦，可以换现钞啦，只是还不能说汇款到他们。对对对对。他一开始都会有限制，哪里有啊？可是随着几年后，他就会开放。只要你这银行这几年内没有出什么差错，它基本上都会开放。因为这个比较快，对啊，那个是已经行之有。印尼最大的银行是什么？最大的银行是 BNI 的，不是 BJR。BJR。这个也常看到啊。Central Asia。哦。Central Asia。哦，中亚银行。中亚。Central Asia。中亚。对。这个比较大。最大。但是这个不是政府的。不是政府。私人的。
它中间有一横是杯 JR 的杯 J 中间有一横，还是不小心点到？就不小心点到。有一个 dash 吗？没有啦，接线，对啊，没有变 dash。啊，真错了。那个七是先到，这个 A 是阿西亚，有杯 JR 的老板是作为华人。最有钱的人在印尼，林昭良，我就是首富就对了。他老婆好像是白嘉莉，是啊，是不是林昭良？不是啦，白嘉莉的老公是姓黄，姓黄，他也有香烟的，香烟的公司。林昭良应该是首富了，是不是华人最有钱的？对对对，林昭良，我不知道。他的中文的名字，可是我只知道他的印尼文的名字。中亚银行老板林昭良，也不是别人的名字。中亚银行老板，他那个印尼不是算东南亚吗？啊，他为什么取名叫中亚银行？他有什么典故吗？我也不知道，对啊，这很难联想，对啊，这个这里，林少良，对啊，林少良很有名啊，林少良，很有名，他是很有名，他师傅是那个砍树致富的，做那木材生意的，是不是？我不知道，砍树什么？就是你们很多那个森林资源啊，就砍树啊，卖木材到外国。哦，对，他好像是这样致富。也都交接给小孩子去经营管理。哎，他挂了。对啊。他那个还是华人首富。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就常听到这个名字啊，林少良。所以他的。所以应该早就交班给那个他的小孩。苏东诺，他的印尼名叫苏东诺。老师，你的印尼名叫做？你的印尼名字叫做？苏迪诺。苏迪诺，他叫苏多诺。很像。如果我是他是我是爸爸，我很有钱。Kamu pergi sekolah. Misalnya sehari ke sekolah. Kamu pergi sekolah. Kamu pergi sekolah. Kapan? 姑姑，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用个？这边为什么不用加一个个？哦，对。Pergi. 我刚刚是因为用口语的。比较好也是用口语。所以口语可以省略个。口语可以省略歌、啊、对、这也是口语可以省略。学印尼语吗？看过啊，可以剧场。我跟店员讲一下，所以口语是说嘎班嘎姆或基色勾啦，色勾啦，或基哥色勾啦。你什么时候去学校？什么？他爸是什么时候？
老板是什么时候？哦，换餐。When？When？哦 ，When？ 哦。加班是什么时候？ When？ 啊，那刚才讲的那个跟那把是 ？Why？ 那个是为什么？那个是 Why？Why？ 为什么？他这是 When。然后，如果口语的话，加班加木，格色瓜啦，也可以。如果口语是可以用，加班。Bergy 跟各一个就好了。对，对，可以选一个。加木。一个。这是口语就对了。对，口语。那我可以省略其中。请问咕噜啊，我以后写 email 可以这样子省略吗？email 写 email 的时候可以不要写吗？写哦，要写。要写。写 email 的时候就。比较正式的。啊、哦，好的好的。加班加木个是多啦。加班加木个姑妈啥给？姑妈啥给是医院，所以都可以用。Kapan kamu pergi sekolah? Kami sekolah orang Rendah. Eh, kan cuma. Lai cari. Kau tahu. Jadi, ini kan sebuah sudut jingga. Tapi, mereka ada yang ada di sini. Ya, mereka tahu yang jingga. Mereka siapa? Tidak tahu. Orang jalan. Orang?路人，经过的，经过的，路上的人。路人，我不知道怎么说，怎么说？我让你加班，我让。我让你加班。路人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呢？就是你，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在路上走过、经过的人，经过的人。我让什么？我让你加班。我让你回家啦，走路经过的人，对，我让回家啦。我让你在街上的人。那如果走路迷路的话呢？假让迷路，所以迷路嘛。对。对，假让。但是啥叫迷路？啥啦？是啥？这个是迷路。哦，是迷路哦，有专用。但是啥？但是啥？但是啥？对，迷路。我问你啊，你们以前读历史课的时候，你们介绍那个苏卡诺，那时候当总统吗？当总统。他是第一任总统，国父啊。对对，第一任。对啊，啊，他的副总统是哈比比，哈托哈塔。哈塔。哈塔哈塔哈塔。对对对。然后那个总理是叫夏希尔。对。总理是。以前有个总理叫夏希尔。总理是什么？总理。总理就好像我们的行政院长。就是台湾不是有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总理就有点像行政院长，就第一任的行政院长。嗯，台湾以前有总理，只是现在没有。总理。苏卡多。第一任。苏卡多。建国的时候啦。第一任。建国的时候，独立建国的时候啊。一九。独立建国的时候，1945年独立建国的时候，第一任的总统就是国父嘛，苏卡诺。苏卡诺，然后。他副总统是哈达。对。他还有个夏希尔。夏利也有对夏希尔嘛，你知道吗？知道啊，我你知道夏希尔为什么会被流放到潘达内尔？潘达内尔一个离岛流放到那边，那故事是怎么样？夏希尔？夏希尔，你们不是读历史都会读到这个的？确认你写的太细了，对，好难的东西。因为有两个印尼人跟我讲说他是英雄 hero， 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连国父是谁都不太清楚啊。对啊，就是说他会把那个苏卡诺跟苏哈托那个搞混了、啊。第一任好像只有十几年而已。他们是读历史哦，读历史课本，就像我们读历史课本会认识以前的历史人。我说
他们读历史课本应该有读到啊。哦，对呀、啊，对对对。对，老师就知道啊，对对对对，老师就知道啊。苏丹加利。哎，苏丹加利。苏丹加利，哎，苏丹加利。那他为什么会被流放到那个班达内亚？因为。这监制消在学校没有，他没有那么没有解释，很少人，很少人知道。对，他是、哦、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他被流放到那边六年了、哦，六年的时间、啊、算很长。你讲的那个地方是在哪边？是班达内尔，就有点像以前我们戒严时期的绿岛啊。政治犯，政治犯就是被关到绿岛啊。他是靠近哪？爪哇还是？他是靠近那个摩鹿、哦、摩鹿什么香料群岛那边、啊哦。这么偏哦，好偏哦。就是流放一定很偏远的地方、啊。就是那个什么摩鹿什么群岛、啊。苏拉威西还要再过去。再过去。嗯、可能会经过苏拉威西的。是这个是很难，我也不确定为什么。有嘛？他有写说流放到那边六年嘛？对，六年，很久。很久。也被关掉。对啊。他最后是死在那个瑞士，哎，也是等同于就是流放到国外去，流放到国外才死在瑞士。是卡里马达尼亚，疑问句。卡里马普林达，记忆，是啥？计时句，计时句，计时句，对，计时句。计时局势需要有这个，在台湾没有，中文没有吧？有时局这个有，有啊，阿达有吗？有几台，这个比较像惊叹，有时候惊叹，有惊叹，但是我感叹句也会乱。计时局的解释是什么？请啊，命令啊，请问命令。好久没有听到真的英文就是实义动词嘛，还是什么？哦，实义动词哦。对啊，祈使句啊，什么 please 啦，或是江岸是不要，江岸。江岸。对，江岸。江岸。江岸。很光是丢，很光是丢。三八是垃圾。垃圾。三八当然是乱。乱丢垃圾。所以不要乱丢垃圾。这样跳来跳去的。蒋安，三不孟不王，三八，三八郎安，对，这跳过，哦，不要，乱，乱，什么？丢垃圾，乱，丢，垃圾，丢垃圾。不要丢垃圾，乱要放在最后面。乱。如果要口语的话，这个蒙不用说。江安，不忘，三八，三八，三八的。
三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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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构造就跟英文一样，后面那个就是副词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子记忆就可以。丢弃。这也是不要乱点，不要乱哦，这个不要的意思，不要，什么？这个比较不可以。加按就等于滴答波雷嘛，等于滴答浪。对。什么时候会用到滴答浪？滴答浪是比较正式的，好像在不要抽烟，禁止抽烟，公告，公告那种。对对对，滴答浪。滴答波雷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意思，一样。这三个都一样。一样的意思。滴答浪。滴答浪是比较正式的。很常在外面有，以前去的时候这个字我看过，很常在外面看到这个字。有啊，就是公告啊。滴答浪。不可以抽烟，不可以钓鱼，或者不可以什么。滴答浪。滴答浪。在印尼看到最多是滴答浪，就是一些告示啊，公告。如果中文是禁止嘛？对，禁止的，是禁止。所以印尼的公告会用滴答浪还是讲？滴答浪。直接用滴答浪，不是用江岸。不是用江岸，是滴答浪。滴答浪。可是有时候也说江岸是比较少，就不是滴答浪。口语就是用那个江岸跟滴答波雷都可以用。如果口语的话，嘎波雷，这个一样的意思。嘎波雷，就滴答是一样。嘎波雷，嘎波雷。老师，你是那个东爪哇的吗？我是西爪哇。西爪哇，因为我最近在追剧那个。八尺门辩护人，它里面有那个印尼的渔工，还有印尼的看护，他们就是在讲东爪哇的语言，还也会讲部分剧情也会讲那个印尼，对，很好看啊，好看，就是台湾的故事，台湾的故事，就是把它拍成那个电视剧，发生在基隆电视剧，和平基隆，在基隆，渔工发生的故事。最近很红的，最近很红啊，他七月才开播的，七月。
月中。八集而已啊，一下子就看完了。是有 Netflix。我已经看到第五集了。啊，我看完了，很好看。没有啊，我就看那个电视了，有没有？哦。现在不是说网络电视了，看那个。八尺门。辩护人。哎，八尺，我传到群组。很好看，它里面也有一些印语的对白。那是台湾的电影。台湾的电视集总共八集而已，不算长的，那个一下子就看完。因为很多移民工是吗？不是，就是因为里面有渔工。渔工的吧。渔工。印尼的。印尼的渔工，还有印尼的看护，所以会有一些讲印语的场。好看吗？对啊，他都已经看完了，我还看到第一半而已，看到第五集。他人气怎么突然升？太久了就是这样子，偶尔会不听话，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来的。对，那种随机的概念。嘎波类也是不可以的。对，嘎波类不可以的意思。这个是嘎姆，哈鲁斯，哈鲁斯，曼努托，曼努托，冰度，这个是嘟嘟的意思。关，什么？这个是关门。关门冰度，必须要关门，必须哈鲁斯，必须门堵住，被门关掉，你必须把门关起来，关起来，把门关起来，可以说被门关掉可以吗？不行，被门关掉是对。被关，被门被关起来，门被关起来了，门被关起来。是你要去关门嘛？要把门关起来。关起来就你是提醒说被动，门要关起来。就把门关上嘛。把门关起来。对，把门关掉。中文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倒装句，中文没有倒装句，都是直接讲。卡鲁，这个是必须。曼努图。冰度，所以门都堵，门都堵，这个是圆形的，圆形嘟嘟，所以嘟嘟也可以吗？还是说只是介绍圆形？门都堵是，这个是对的，关门。门都堵是关。啊，嘟嘟只是它圆形。一样。也可以用嘟嘟吗？如果口语可以。口语可以的。港务海路为什么这样变形？是嘟。嘟嘟变成门嘟嘟嘟，他把那个嘟嘟，把那个 d 拿掉。可是如果口语可以说，卡姆哈鲁斯嘟嘟冰嘟。如果开门不卡。
那个变形会常常会把前面那个指引拿掉。拿掉，如果可以的话。因为有一点困难，就是我们的都有力度都。有很多语法，好像门路有一些门路多，很多门路不干。你还有其他的，可是远景是鲁都，这个远景是门鲁都，门鲁都干，里都都，本鲁都，本鲁都班，这么多变形，对对对，所以我也不太，因为不会解释，因为有一点困难。这个远景是鲁都。这一句话是有点命令的感觉，对对对，他不是说请把门关上，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有客气的讲法吗？请你把门关上。哦，没有没有，这个是没有。门都是把门，这个是拉杆。有没有比较客气的？其实没有。哦，这个吗？就是甘姆哈鲁斯门都都宾都，这是好像是有点命令的，你一定要怎样？那有没有说，请把门关上这样子？哦，对对，没有。印度哦，请关门，关门哦，这样。请帮我关门，请帮我关门。简单的，我能是帮忙。都懂，请帮忙。对。所以在如果印尼文，如果你要有人帮你，用多隆是很客气的。如果没有多隆是那个是很没礼貌，可是跟朋友可以。所以斗龙也是拜托的意思哦。对，斗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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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跟不认识的人没有说斗龙，这个是不礼貌。所以拜托你就说斗龙干龙，斗龙干龙。所以我们台湾有选举嘛，就是斗龙，斗龙。选举就是要明年的吧？对啊，印尼也有选举啊，拜票，拜票啊，都弄都弄，都弄干部，请赐我一票，给我一票，可以这样用吗？也可以，也用。印尼是明年要大选吗？对，跟台湾一样，五年一次，但不是五年一次，五年一次，刚好是重叠，明年是重。有人可以帮我。介绍印尼的经济，这个很深。
有。IU 是 Seruan。有。Seruan 是用 IU。刚刚是，祭司剧是，好像有 Harus 吧，有 Harus。江岸，这个是祭司剧的字，可是如果十二万的字是还有，刚刚是有还有，啊，所以阿尤马干和萨马斯一起来吃，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吃有办法。Let's go。Let's go. Let's go. 阿尤本身没有什么意思。Let's go. Let's go. 阿尤阿尤，走吧也用阿尤可以。阿尤。所以那个呼朋引伴是阿尤，来走吧一起。走吧阿尤。阿尤一起吃吧。干不干嘛？阿尤。阿里。合理不杀吗？合理啊，合理买东西。这个，如果一起去买东西。哎呦，合理不杀吗？不杀。我们一起去酒吧去逛街呀、啊。哎呦，合理，jalan-jalan不杀吗？合理jalan-jalan不杀吗？不杀吗是什么意思？一起，哦、一个是一起的。我们一起去走路逛街。对。我们一起去逛街 shopping。好，还有。吉他是我们，我们一起去逛街，八是还有，哦，有一点，哦，八，我们一起去逛街八，可是如果口语的话比较简单。Bareng saya bersama. Bareng. Bersama. Ichi itu. Ber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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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sama.Ayo minum kopi bareng. Betul. Ayo minum kopi bareng. Ayo minum kopi bareng. 啊，我们去吃东西可以。Ayo kita makan. 一定要加 kita 吗？对。可以用 kita。那也可以不要。Ayo minum 可以吗？我们中午要去吃。Ayo makan bareng 可以。Makan bareng。还有马干巴当也可以，可以、啊、口语可以，可以口语。还有马干巴当，还有米弄巴当都可以。好，越简单越好。对，越简单。那这个，巴楞也是一样，不可以在 email 里面
啊也不可以。用 IU 也不可以。IU 也不可以啊。也不可以。如果那如果是很好的，如果 James 很好的朋友可以这样子写。这个是 email，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哦，可以可以。如果工作的话。哇。如果要，如果有正式用 money。Mari 是 IU 的意思，所以可以 Mari makan bersama， Mari kita pergi jalan-jalan bersama。 正式叫 Mari。 Mari。 IU makan bersama。他介绍的是印尼的什么肉粽啊？不是，那是阿美族的。阿美族的、啊、阿里供奉的，方丈，他说的是方丈。哦，对对对。阿美也可以这样用啊。用可以。阿尤本尼，可以这样。阿尤本。如果阿尤本尼巴郎，阿尤可以加巴郎，可以加，我是。工作是吧？就是这样。还有跟加班。让我们开始工作。那、啊、这个是跟朋友、同事可以这样用。啊哟，等下白老板可以用。跟老板就不会这样讲。要看如果经营。跟老板不好就不要这样讲。如果你跟老板是认识很久，肯定是这样。啊。等一下，等一下，工作。马认这有在字典里面吗？这种口语的。那是口语的。应该没有字典，字典应该没有吧？有吗？我不知道啊。像没有。哦有哎，马认啊，马认啊。巴人安也可以用巴人安，巴人安是巴人安一样。
不太一样，加个安不一样。对，加安不一样，所以用巴刃。Google 好像没有巴刃。有没有巴刃？有吗？哦，巴刃啊，汉。Bersama sih kei. Bersama.Bareng-bareng. Sama-sama dengan bareng-bareng. Itu kei yo sama. Bersama. 就是更加强的意思。Bareng-bareng. Ayo, ayo, kerja, kerja. Bareng-bareng. 对，可以用。Ayo kerja. Bersama-sama. 对，bersama-sama. 一起工作。对。Bareng-bareng.如果应该是有两次吧，两次说，怎么说？两次，说两次啊？两次。不是书，不不书，不不书，不过很多书，不不。对。马达。那意思不一样哦，间谍哦，马达马达是间谍，也是那个意思啊，也是很多眼睛的，就那个意思啊。啊，很多老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咕，形容词也可以这样用，咕咕咕，就是说很漂亮，就是占地占地，占地占地，对。如果很多很多女生，可以占地占地，如果一个女生。我们说cantik-cantik不可以，因为只有一个女生。可以这样。如果sangat cantik，cantik sangat，cantik sangat，漂亮。如果只有一个人，我们跟他说cantik-cantik不可以。cantik-cantik是如果很多女生，我们看到cantik-cantik。所以hati-hati。hati-hati，hati-hati。小心。小心。如果hati。多一点心。如果哈地，哈地是心。心。不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如果buah，buah是水果。buah。如果很多水果，这个是pear，buah。手指，不过很多手指，这个是jari，jemari，
家里怎么里？怎么里？哦，所以就有一些不太一样。这就不可以家里家里。对，家里也会听不懂。啊，家里的也可以听得懂，可是也可以也可以听得懂，可是家里也。也有其他的意思。哦、oh, ，OK， 那就对了，就会变其他的字。哦，这就是我很难解释。有一个圈吧，这个圈吧，圆还是圈？都可以。圈一个圈。如果我们可以算这个吧，这里到这里是罗场。这个什么叫半径？半径。半径。对，这个是加里加里。加里加里。印尼文是加里加里。Radius。对，加里加里。如果到这里是 diameter， 跟英文一样。一样 diameter。所以就是加里加里会变成另外一个字。对。所以手指要变成加里的马里。对，加里加里就是半径的意思。对，半径的意思。哦，意思就不一样。对，意思不一样。那如果有很多的树呢？很多的树，不不不，树树树树 tree tree 树外面的树。外面的树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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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tree 哦树哦对对。不换。不换不换。哦，大家来试一下，还是一样这样。不换，也可以。也要有其他的，不好呢。这个也可以有。火凤是树。对，很多树。很多树。不好呢。对。比较简单，比较也一般，可是比较简单。如果白鸟是都可以用，白鸟不顾，白鸟不啊，白鸟也白鸟过后都可以用，比较有用，好用。加前面也是很多数的意思，八样不顾等于不顾不顾。八样以后不顾不顾，八样过后。八样好啦。八样好啦。哦，很多人。六人。不过很少很少，是弟弟。是弟弟。多数，那森林呢？森林，更多数。不过森林是孤单。哦，那是不一样。另外一个词汇。森林是孤单。
不是外来语哦。外本来就是印尼语。因为印尼是之前是马来语的，所以不敢。好像在哪一个印尼的歌曲看过这个歌名哦，不丹，不丹是森林，森林，哦，不丹，在森林有很多树。书也很难写，那我帮你写。好吧，很难写。谢谢你，森林的。哦，是森林有两个人配过。对对对，不忘记。对。嗯，谢谢。在森林有，在森林是地虎蛋，俺家是有。很多是白娘，你会干了这个。你会干啥子？白白娘，白娘不好。这边叫用薄厚，不是用个薄薄，嗯，薄薄，薄薄，薄薄薄，还是我抄错了？薄薄吗？抄错，抄错。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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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破坏，这个有很难，有一点难，有一点难。说一棵树的话是用破坏，破坏就对了。破坏一个，只有一个破坏。就是需要注意这个破坏，这个破坏。这个可以。哦，破坏，破坏。说不好，可是平常是说我口语，口
语是怎么发音？博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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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翁。我们到这